接下来才是最重头戏来哦。什么重头戏啊？你有听过台大杯吗？台大杯听起来应该是台大办的。废话，就像超大杯是超大杯办的一样啊。台大杯可是台湾街舞盛事一年一度的街舞奥运啊！哇，听起来多厉害！非常厉害，听起来厉害。非常厉害，重点是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喂，那接下来表演的场景是台大杯冠军啊！哇，太好了！那我们一起欢迎林迪老师还有宪老师 ，DS。又怎样？浪漫就在你背后。